主席，请卓荣泰卓院长。副委员好，卓院长，欢迎您到立法院来备询。请问一下，中华民国的国民是不是应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忠诚信实？是不是？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好，那国家的元首是不是应该信守对人民的承诺？经过人民选票的洗礼，他所出的每一项政见承诺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那另外呢，我也要利用这个时间澄清一下哈。刚刚侯市长说，我不愿意到立法院接受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国情咨询，这是错的，这个是假讯息。因为根据不管是根据宪法或是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总统都有义务应立法院的要求到国会去进行国情报告，接受立法委员的国情咨询。请问一下这个院长，赖总统什么时候要到立法院做国情咨文报告？总统依据宪法应大院之所邀到大院来报告，做国情咨文的报告，那是包括韩院长跟各位委员所拟定的。对，我们已经在本院已经在韩国瑜院长召集协商之下，在5月13号、5月16号两次朝野协商，已经隆重的邀请韩院长，隆重的邀请赖清德总统到院来做国情报告，让人民知道赖总统要把台湾带到什么样的方向。请问院长，赖总统什么时候可以到国会做国情报告？只要大院这个正式的邀请到达总统府，当总统本身看到这个邀请的内容的时候，他就会做出决定。好，做出的决定应该是会来吧，这是对人民的承诺。我要跟委员报告，刚刚总统在政见会上所讲的是依据宪法跟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在当时的认知跟现在的认知一定要一致。好，当时的认知跟现在的认知，基本上5月22号就职一个月内，6月20号依照立法院刚刚三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相关的这些法律，大概本院会在6月10号左右啊，10几号左右送出总统府公告啊，总统府公告大概10天，所以大概6月20号啊，这个前后啊，有正式的法律版本在6月20号以后。那请卓院长啊，请赖总统参酌对人民的承诺啊，是用什么方式来到立法院啊，都非常的清楚。啊、如果大院能够在合宪合法的程序底下，我想总统会审慎的考量。院长再三表达说要对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提出复议案，请问院长，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行政院说自然难行，请问行政院哪里自然难行？跟委员报告，实在非常的抱歉，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式的立法院的来文，大院的来文，我们一定要看到条文的内容，仔细的斟酌，我们才能够依据任何的法律。行政院的院长对国家发生的大事以及立法院通过的条文，民进党不断的表达说这个是没有经过讨论啊，没有经过协商，没有经过，放了漫天的大谎。但是竟然新任的阁揆说不了解内容条文，那竟然院长你不了解内容条文，怎么就主动说你要提出行政院的复议案？你连条文都搞不清楚就提出复议，这无非是对国会一个严重的侮辱。请回答。再跟委员报告，从一开始到刚刚的
施政报告当中，我说的就是行政院会依照宪法所定的程序提出救济，所以这个救济的方式就是考量的结果。对内容并不了解，然后又说要提出，如果没有看到正式的公文，现在要依照宪法提出救济，立法院通过的条文都是公告周知，网络上都有，院长可能没有上网的习惯，请你的秘书及早告诉你，不要一个执政者当家闹事，为反对而反对，你在这里告诉全国国人，立法院通过了什么直接行使法你不了解，但是你就率先表达要对行政院提出复议，这对立法院是非常非常的不尊重。跟委员报告，两院之间是有正常程序、法定程序的，我跟台院长之间应该是公文往来，而不是飞鸽传书啊。国家如果政治非常的廉洁，非常的阳光，公务人员恪守法令，不贪赃枉法，不舞弊徇私，这是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请回答。当然是。所以我们在各项评比当中，谢谢，政府的清廉度是节节上升。委员长跟本席一样，都是追求同样的目标。今天通过的立法院直接行使法，听证调查，来查弊，来兴利，这不正是所有世界先进民主国家成熟的法案，也推动了几十年，为什么在台湾不能实施？跟委员报告，美国的宪政设计不同，我国而言，我们还有监察院，相信副委员也感受到监察院对这个直接行使法也有他的立场跟看法。所以你说本国设计不同哈，那本席要再次提醒你一下哈，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包括您的开山师父啊谢长廷先生也一样联署提案，也包括林卓水先生，也包括沈富雄先生，这些民进党的先贤先烈在推动宪改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国会必须要听证调查权，而且如果在国会做不实的虚伪的陈述，必须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师兄啊，卓院长，你忘记你的祖训，你师门的谆谆教诲吗？忘记了吗？跟委员报告，还是忘记了人民，还是得了权力国会的调查权忘了自己是谁？您放心，我绝对不是这样的想法，国会的调查权是院会的调查权，不是委员会的。我也跟委员报告，没有错，是院会。如果您认为当时的那些提案是不对的，正是院会。好，如果当时的那些提案是不对，你也反对，你今天为什么做同样的事呢？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院长，台湾必须跟所有世界先进的国家看齐，民主国家看齐。台湾不是民选的皇帝，不是可以专制独裁，必须受到国会的监督。过去8年，立法院是行政院的立法科，把执政党委员当作科员当久了，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国会，本席要向您提醒清楚。而且在此次过程当中，民进党不断在全国散播府院党放播的谣言，叫做没有经过讨论，而且是5月17号是要2兆什么前坑法案，结果青绿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很清楚的说明啊，事实说明，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说这就是谣言，这是假消息。5月17号并没有花东三案，5月17号说没有经过讨论，通通是假讯息。我们今天国家，我们希望是忠诚信实，而不是诈骗治国、谎言台湾。希望院长要秉持和善的心情，诚恳的对待，让行政院跟国会，我们一起为国家来推动福国利民的工作。跟委员报告，有一点我跟你一样的，请问一下院长，刚刚你也讲了，有弊案是不是应该要查？当然要查，当然要查。好，来，现在我们老大哥民进党政府有没有在监控全国人民？来，我们来听一下执政党怎么说。
些人啊，跟原来的小草哦，我们也去比对过，他跟原来这个五一七几民进党下开，现在小草，哎，现在那个讯号闭起来哦，也不同人哦，你说小草嘛不错哦，但是这一批人呢，那这一批人跟上次我们选举一月十三之前的选前之夜的人比对哦。嘛无关的。哦，即马时代进步到会当安尼。因为你有去对伊个啥物伊个基地台讯号都记得掉。好，基地台哈。这些人啊，跟原来的小草哦，我们也去比对过。他跟原来。好，请问一下，国家的机器有没有在监控人民？没有。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哦，没有是吧？那为什么执政党的政策会执行长公然讲透过基地台来监控人民？那是不是如果民进党中央党部执行党所讲的这是假讯息，民进党中央党部要不要出来跟全民道歉？要不要跟委员报告这件事情？包括电信业者都对外澄清，他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相关的资讯供给任何的人或机构去做任何的分析评比。台湾有没有这个能力？那至于说有没有这个能力？抱歉，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人民做监控？有没有这个能力？政府绝对没有，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好，来，我们看一下，以色列总理怎么讲的？以色列总理怎么讲的？在 COVID-19 期间，台湾就是用电子围篱监控我们全民，而且整个万华有600,000人被监控，他们是做什么，是干什么的，通通清清楚楚。所以以色列总理说要仿效台湾，请问 COVID-19 过了没有，院长？过了。到现在为止，你们还在用过去为了防疫 COVID-19 的监控模式，到今天为止还在用国家机器来监控反对者是吗？报告委员，如果我们用监控两个字来形容 COVID-19 期间所有相关公务人员医疗团队的努力，我觉得对他们是相当的不好。再一次在神圣的国会殿堂，这绝对不是监控，那是一种 wrong answer， 又一个错误的答案。国家是有这个能力监控，你刚刚说没有，这不是监控。国外的总理你都已经，以色列总理都讲得这么清楚，本席现在跟您讨论这个事情，这是全国人民的公众利益，这是违反宪法的事情，限制监控人民的自由，这是违反宪法的毁宪乱政的事情，何等重要！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果做这样的事情，是全世界民主之耻。请问院长要不要查？现在你刚刚说的那个个案要不要查？已经进入到检调的程序了。要查，要查。已经进入到，我们希望他能够紧速的厘清。所以国会要不要听证调查权？已经有司法单位在调查，所以我们相信应不应该有听证调查权？国会的人事同意权，那是一种设计。谢谢，再过来。好，我们看一下人民纳税人的血汗钱是怎么花掉的。我们看看在 COVID-19 期间，百姓哀嚎无法工作，百业萧条，民进党政府跟全民拿了8400亿，8400亿在做什么事情？发国难财呢，还是来吃人血馒头？我们看一下快筛剂，快筛剂，请问一下院长，快筛剂我们由这个高登小吃店啊来进口1700万剂，本席才不了解，我们的政府需要由一个啊小吃店来进口1700万剂的快筛剂，而且呢，看一下，这个叫人去楼空啊，被国民党爆发本案以后，人去楼空，逃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卫福部招标的，好，1700万剂，16.5亿的订单，啊，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招标须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招标须知，好，
案号 YH111020， 再来下一案 YH110067， 再来 YH111004， 好，通通是抗原快筛卫生福利部疾管署的招标案号，我们打进去看，啊，结果是怎么样？看一下，全部是空账，空的，没有任何结果。现在这些招标的过程，现在都打算要湮灭证据，啊，看到后面，啊，红框这里都很清楚，啊，右下方查询的结果。找不到，已经被移除了。请问一下院长，8400亿人血馒头，却成为人命关天的时候，民进党贪赃枉法、掏空国库、图利个人，要不要查？跟文报要不要查？这个事情经过大院几次的讨论，相关的调查也多次了，要不要查？我们卫福部的林市长要不要当时也在你这个位置上，他有他的观察，我请林市长来做说明。不用，本席只问你，谢谢，不用回答我，本席只问要不要查，该查的已经查过，要查就好。好，由未来立法院会来查。好，再过来。连孩子的营养，最基本的蛋白质的摄取，是不是要孩子能够成长茁壮，这么重要的蛋白质的摄取，台湾缺蛋竟然可以缺到2年8季，原来不缺蛋就没有机会啊，来赚钱哈，政府就没有办法上下其手来赚钱。我们来看一下，来，好，院长，我们超市公司，好，来看一下，好，我们下一页，进口厂商比一比。有超思，有台农发，有中央畜产，有宇和，有台湾台农投资。确实啊，超思进了8800多颗蛋，8800多颗，比我们的中央畜产3000多颗还要多，而资本额只有50万，啊，负责人只出资了5000块。请问一下院长。最后这个蛋销毁了，民脂民膏，要不要查？你只要回答本席，该不该查？陈部长非常了解那个过程，院长跟现在的进度，只要有弊案该不该查？陈部长可以跟您报告，已经查到什么程度？没有关系，好，你不用回答，本席只是问你该不该查，你只要回答本席要不要查就好。好，检调单位也已经在查了。好，再下一案。啊，部长，两位部长请回。本席是让你知道，如果民进党政府查不出来、查不清楚，没有关系，国会的听证调查会来查清楚。好，再过来，这个民进党一直在讲哈，这个5月17号不是讨论我们民主的国会改革，而是啊什么花东前坑2兆前坑法案。我们来让这个院长参考一下，刚刚如果那些金额你觉得太小哈，我们来看一下民进党的2兆贪污前坑哈，这个叫离岸风力2兆大饼，民进党真的很会用词，2兆前坑，真的2兆前坑就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阶段的发电，啊，总共138亿度电，5块8毛钱，5块8毛钱。第二阶段61度电，2块5毛钱。为什么院长价差这么大？为什么？跟委员报告，为什么您跟我一样的了解？为什么投资的当初一开始的投资，当然有很多的基础建设，很多的技术移转，但这是任何，而且两兆大饼，离岸风电、哦，如果我们有时间共同到彰化台中看看，没有关系，多少个风机列在那边？好。这就是国家基础的建设，好，能源转型的成果啊。我们来看一下监察院的报告，好，监察院的报告认为一度电应该是招标多少钱？看清楚，监察院王美玉
唯一一位看起来让我值得尊敬的监察委员。欧洲的离岸风电，它的装置成本价格趋势，好，每一度发电1.75元。监察院的报告，49.9欧元，1:35换算，当台湾每度1.75元。院长，1.75块台币可以发电，你们自己监察院的报告，你有5.8块，我们再回到上一页。好，我们绿能的发电再回到上一页，也是逐年在下降，会降到合理的范围。人民心里有一把尺。好，再上一页。好，今天离岸风电花了人民2兆，总共第一期5.8块，官商勾结，跟第二阶段2.5块，整整价差20年，差9100亿。9100亿，民进党可以吃10代啊，10代人都吃不完，吃台湾世世代代的血泪。好，请问院长。傅委员，你这样说吃十代要很难接受了，无法接受。没有关系嘛，国内调查了以后就有完整的答案。本席再提醒你一下，该有的司法调查都有司法机关在调查。离岸风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加起来，这个镜头给我换那个附表，好吧？好，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加起来138亿度加60亿度，一年发电198亿度电，而我们核四被民进党废除，不愿意把它重启。2900亿的核四不用，却2900亿的核四可以一年发电213亿度，213亿度不要，要198亿度，2兆跟3000亿的建制成本跟发电，这个整整价差1兆多，这就是民进党的能源政策。我们当然会推动能源转型必要的过程。我们当然会查，我们当然核四的问题，全世界都已经重启核电。我们去请教侯市长，他也会说要有核安，要有核废料的处理，我们才能够下一步去想。但目前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刚刚叫做2兆的贪污前坑？我们现在讲一下什么叫2兆的台湾基础建设。来看一下什么叫2兆的台湾基础建设。好，这个包括环岛高铁，包括这个花东快，包括这个国道6号。我们现在在这里啊，跟院长，本席现在提出的国民党、民众党最终版，跟院长沟通一下，请民进党中央党部不要再造谣，没有什么2兆前坑法案。本席提醒你，再次提醒你。谢谢委员，这个我们的看法一样，我们要向人民讲，没有2兆的花东建设，请看基础。好，第一个我们不举债，第二个不编特别预算，不用基金。好，很重要的，我们希望比照台湾高铁，第一个发国内的 BOT， 第二个发国际的 BOT。 好，第三个政府逐年编列预算。但是院长，如果你觉得说台湾的基础建设要花这么多钱，你觉得不适当，本席也可以来协商。好，把第三项中央政府逐年编列制，我们也可以拿掉。好，由中央政府交通部来做国内的 BOT、 国际的 BOT， 政府零出资。本席宣示性的让院长知道，不需要民进党政府出钱。但是花东快是赖清德总统的政见，也是民进党的政见，而且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好，台湾的基础建设非常简单。跟委员报告，我们对花东，我们看一看国人的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已经使用了3000亿的中长期建设，包括苏花安的820亿。台湾政府做不到没有关系，我们不管用国际 BOT、 国际 ODA 都可以。好，我们看一下日本。
这个沿着海，跟东部一样，沿着海。啊，民国四十八年，65年前，5年3个月，人家就完工，啊，也是500多公里。日本65年前就有这个技术，再来，啊，再看一下日本，啊，山阳新干线，啊，民国56年到64年，8年就完成，500多公里，日本人的技术。日本现在在整个东南亚做了很多的 ODA 援助的建设，台湾政府做不到没有关系，开放国外 BOT， 开放日本、美国、德国、欧洲，人家的技术都没有问题，好，都可以把这些基础建设做好。不过本席要在这里提醒院长，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花东块，好，跟委员报告，我们铁道工程全国也做得蛮多的，如果你容许交通部跟你做说明的话，我本席现在时间有限，他可以到委员会好好跟本席沟通，没有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哦，花东块，哦，在当时，哦，这个下一页，这一页2012年的评估819亿，花东块，这也是赖总统的，哦，也是赖总统的这个在地方承诺的事项。到2020年重启评估，现在要2555亿，这是交通部做的。从148公里的819亿，到现在174公里，2555亿。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原本1000亿可以做的，现在2500亿，再拖下去3000亿都做不起来。台湾的基础建设如果没有当时蒋经国先生的十大建设，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繁荣台湾。好，希望跟委员报告这个。花东块，院长，今年8月我们将有一个出期末的报告，谢谢，那个时候我再请委员能够来指教，我们共同来为花莲的乡亲做更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努力，本席很乐见。好，只要是安全，来下一样，我们看一下，都会全力来。这一次的大地震，本席要请教一下院长，自古以来天灾地变啊，是不是啊？我们要诚心的消灾止福，是不是要心存善念，对不对？是是，好好来看一下。我们执政党的大党鞭他怎么讲的？这么凄惨的灾情，4月3号要应干的时候，但是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这个就是一个执政者的傲慢。傅委员，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记得，权力柯建铭委员已经公开对这件事情有他的态度。跟大家道歉是一件事情，有没有诚心是一件事情，还是讲这句话是发生于他的权谋跟他的算计又是一件事情。本席在这里哈，现在跟你探讨这个灾情。我要谢谢院长哈，这两天有不断的表达对地方灾情愿意啊伸出援手。好，我想我在这里跟大院长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好，当时啊，当时啊。花莲2018年02/06大地震，只有200户的灾民。这一次04/03的花莲的受灾户1899户，9倍于2018年的大地震。好，现在这么多的灾民要来重建，好，我也要谢谢郑文灿前副院长所提出来的相关的这些预算，但是太多是抄袭921条例。所以本席在这里希望院长要很务实，因为我也不怪郑文灿院长，他是好意，但是因为时间太短，马上要卸任，急救章很多是抄921的条例，一户一坪拆掉的倒掉的大楼，拆掉一坪补助12万，30坪360万，要到哪里去盖房子？好，这些都不合时宜的，但是他拿出来以后，我们没有怪他，但是希望我们一起把重建条例，我们两院一起合作，让灾民务必啊能够得到安置。院长好不好？谢谢这个副委员，我也相信你也记得，上任之后我的第一个走访的行程就是到花莲去看看当地的情况。谢谢，我们有得到一些资讯，我们可以考量整个财政。谢谢，我们已经把285亿提升到293亿的。行政院的秘书长就来关心，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再次携手。最后，两岸的和平是很重要，团客两岸的团客跟自由行，希望院长尽快推动。台湾的百工百业都需要
啊，卓院长做一个明确的、明确的。我昨天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另外，也希望提醒赖总统，你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来宣誓就任总统。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第十一条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讲得很清楚，两岸同属中华民国，目前不是两个国家，请赖总统不要违背宪法，不要违背宪法，不要违背宪法。我们维持的是中华民国的现状，才能够有和平，好不好？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好不好？谢谢傅昆萁委员咨询，也谢谢卓院长跟相关官员的备询，谢谢。委员会，我们。